一年一度金峰乡全乡运动会及民俗技艺竞赛3月31号要展开为期2天赛事。这次除了有田径、传统竞技，还有亲子趣味竞赛，让乡内老中青还有幼儿可以一起参加，来推广运动，强健体魄。快了，快到了，加油！选手们卖力往终点线冲刺，希望赢得这场赛事。而这样的精彩比赛画面也将再次呈现。一年一度的金峰乡全乡运动会暨民俗技艺竞赛，31日在嘉兰运动公园将展开为期2天赛事。31日上午主要是以田径项目为主，下午则是健康操比赛。4月1日以传统竞技为主，有拔河、腕力比赛、传统植毛、锯木材、捣小米及顶上功夫。团体赛项目最高奖金将获得10,000元整。而为了让乡内老中青年及幼儿都能一同参与，推广运动健康也强健体魄，这次也安排亲子趣味竞赛，分为国小、高中小年级及幼儿园，各项活动仅开放15组，而参加活动的家长及小朋友都可以获得奖品1份。金峰乡公所欢迎乡亲带着孩子踊跃参与，培养孩子们运动习惯，并拥有运动家精神。记者王杰，金峰乡报道。